在台湾呢，我们等于创造了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。那因为台湾的文化有中华文化做源流，所以才能源远流长。可是中华文化因为有台湾特色，所以丰富多彩啊，就多彩多姿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们每一位啊，都在台湾本地啊，能够以台湾文化做背景，然后帮中华文化做最好的传承跟发扬。老实讲哦，不是讲中华文化在台湾真正逐渐朝向巅峰。明年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年，我已经请文建会哦恢复啊，扩大办理全国美展。我常常想，很想当画家啊。你想想看，外面下着雨啊，然后我在窗前的桌上，我来画画，那太太在旁边磨墨。我常常想，就是人世间最美的这个景象哦。古稀就跟我们社会一样，相互鼓励，相互成全，相互扶持，这个家庭，这个社会就会更好。所以再次谢谢你们的光临，祝大家健康愉快，好，谢谢。